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是2022年的10月31日啊，是美国时间，中国时间是11月1日了已经啊。我们现在在洛杉矶，晚上的9:40，所以说，就是这么黑了，美国嘛，啊，就是家家都平房。哎，说的是洛杉矶啊，洛杉矶大农村。看一下这个美国的这个万圣节的气氛啊，现在比较黑。万圣节的活动，我们现在在拉布拉。说是成鬼屋了。这边人巨多啊，巨多。目前我见到这家是最牛的啊，整个弄成鬼屋了该。这家家都是这边白人多，所以这个这个区都是。对对对。哎，我们转一圈。走，转一转吧。感受一下这个氛围。前面的小孩都是拿了一兜糖啊，今天就是取糖。啊，看看这家，啊，还有喷雾呢啊。一家比一家酷啊！这是五组，应该是啊。你去吧，这是对面的一家。小姐姐拿电话去了。You all have to get up early tomorrow, just like me. Thank you, Corporate America.前面又到了一家，刚才小姐姐跟我要了块糖，在这儿呢，给抓了一大把，我们只要两块，吃不了，就是过节，就是意思意思。每家的这个装饰都是不一样啊，这家也挺过分的。Along the passages, they come and go. Put this piece of sugar in the bowl. 这就是美国万圣节的气氛啊！我们现在在洛杉矶的拉哈布拉啊，拉哈布拉。本来我跟小姐姐今天准备要去这个当趟啊，去洛杉矶当趟，还有这个星空大道来的。后来由于逛街逛得太晚了，误了时间。现在是美国的洛杉矶时间，晚上的9:40。太晚了，所以我们今天就不去这个星空大道当趟了。啊，那边的节日气氛会更浓重，但是我们这边也是不错的。这又是一家。哇，还在音响效果的，又是一家，又是一家，挺好看。这家也挺漂亮的。
这家也挺不错啊。看看呗。走呗。看看那门正上演《侏罗纪》呢吗？要糖的，领着小孩儿要糖。烟雾弥漫啊，你看是不是感觉像拍《侏罗纪》一样？嗯。那边还有一个穿婚纱来的，穿婚纱来的，穿什么都有，还有老外穿那个朝鲜服装的。行，拍完这家我们下去了，要不一会儿找不着车了。每一家都挺有特色的，都对。那这要了不少糖了。炸雷！这家已经休息了，有人吗？最后一家下去了，实在走不动了。这是小可爱，看着眼神，看看眼神。眼神更凶狠吧。家门口要糖，看见了吗？看见了吗？每个人都是去家门口要糖。这家的这个主人会给分糖，看，看，每个都是吧。哇，这家的效果非常好。哇，这个是美国的万圣节。前面这家人呢、啊、非常多，都在排队呢。为什么排队呢？我去看一下。啊，这么多人在排队啊！要糖这么多人吗？啊，原来是棉花糖。啊，原来是棉花糖，这是应该是华人家庭，是老外吗？这个是化妆的，万圣节，各种装束都有。这、啊、个棉花糖，怪不得这么多人在排队啊！
大棉花糖。啊，这家好像结束了，这家活动结束了。啊，不过还有糖呢，从罐里拿糖给小孩呢。这是一家比较好啊，一家比较好。这老外真是一家比一家，他不像我们这个国内啊，比穿啥吃啥，他们是比这个，比谁家的装饰漂亮，装饰牛。都去他们家，人多，拍照高兴。这边也在排队呢，估计也是棉花糖，如果没猜错的话。哇，这家是爆米花，哈哈，我真错了。这家发的爆米花，那边家是棉花糖，这边是爆米花。挺好。这是又一家。还放了电影呢，这个是什么电影吗？主人公是吧？我也不知道，感觉好像在哪儿见过。手啊，头啊，手啊，这是假人吧？这个是应该假人。他是赶羊的，你看，他是赶羊的，人一来了他就叫，是吧？对。哇，这家整的，这是真的假的？这孩是真的。这孩是真的，是吧？这是假的吧？里面，里面也是假的。这应该是假的。他们这么装饰得花不少钱。这肯定是生活的无忧啊，要不也不能这么花钱装饰。嗯，是吧？发完糖了。嗯，对，发完糖了，把这个警戒线给拉上了，就不用进了，已经没有糖了。嗯，这个家整的就是比较简单了。嗯，其实也不简单，他家也发完糖了，就是，大南瓜。我们在这里面逛了一圈，绕了一圈，现在已经没啥了啊。现在是洛杉矶时间晚上的10:03，现在我们就逛完了。刚才我们看的大部队都是往前面方向左转了。也不知道去哪儿了，对，那边应该还有，但是现在已经太晚了，我们得到11点钟结束，现在10点差不多了，因为这是村里嘛，是吧？要是在洛杉矶当趟那边，星光大道那边应该能那个非常热闹。前面到路口了，我们车停在大马路旁边啊，这也挺热闹的，不能逛了，再过晚上再逛。啊，这是发气球的。啊，这是买气球的，买气球的，不是发气球的。我以为是发气球的，是买气球的。啊，孩子丢了，看到吗？孩子丢了，孩子跟别人走了。好了，这是我们逛的最后一家啊，今天这个。美国洛杉矶的那个某处万圣节啊，完美收官。每个人都是化妆出来的。好了，各位朋友，再见。